来比赛钓鱼，看谁第一名。哇，吴清义钓到大鱼了。凯凯呢？你的钓竿呢？来，凯凯给你一个钓竿。哦，我钓到凯凯了。叔叔给你了，这边了，你再扶一下钓。好了。林廷佑，你拿两根钓竿啊。哦，林廷佑去剪了新发型哦。你看怎么说他？对啊。听说他毕业了哦。对啊。所以老爸一定得约那个赖上面约出去玩。对啊。哦。啊！少说，会打劫。哇，你钓到这个是什么？鱼哦，那回去煎给你吃好不好？很多这个鱼耶！哇，你也太酷了吧！你买两只哦。对啊，这样才可以一只录一只照相。哦，是哦。哎呀，对啊。太用心了。我妈钓到两只了。看我，你看我。哇。好啊。哇，还会摆一个笑脸。喂喂喂！老板，你的钓竿掉下去了。那个是用什么的？